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不补不爸》，我是不补，我是不爸。我们要来刮的是超级七七七两百元，刮刮金乐透两百元。今天是我们频道一周年的纪念刮刮，过年期间我们刮了非常多的刮刮卡，也做了非常多的企划。所以这次的周年企划，我们就简简单单的，我跟布布两个人，一人各选了一款一个号码。布布选的是超级七七七，我选的则是刮刮金乐透。布布也请了他以前的应援小伙伴，是谁？小白鲸和小蓝鲸。他自己帮他取的外号。接下来就由布布来帮我们测试超级七七七。13跟7号20输，8号18，咦，玩到下面了，没关系啊，这一区是要三个号码一样，你那区还没刮完。还有一个号码，还有一个这里啊，下面那一区36，游戏室0好，来整理一下。这边整理出来的应该是没有中，因为刚刚一开始刮就看到了 Y， 然后又看到了 P， 两个死亡号码，双重 diss， 所以这张的代码是 PYV， 没有中。没掉，换刮刮金乐透。刮刮金乐透的玩法就是刮号码去对号码，看刮到多少再去对应奖金表，来决定我们的奖金是多少。先来找找第一个号码，33、27。26、30、15、11、34、38，这张不妙的机会很大。47，一张都还没有。12，一个人。还有吗？20，14，9号。看来31没有。找一下代码，在这里，这张的代码是 KHV， 所以也是没有中的。我们这一张我们只中了12这个号码，所以什么都没有。不补不爸一周年了，感谢这一年来持续支持着我们的朋友，谢谢大家。我也不知道这个频道还会做多久，这一年来的成长学习也得到了很多感想，有好的也有不好的，
真的要去经历过一些事才会了解。也希望未来可以有好几个周年可以来庆祝。不补不罢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咯，拜拜拜拜。对了，忘记祝自己生日快乐，不补不罢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拜拜。